家人们，今天我带家人们去一个好地方哈，去一个好地方干什么呢？待会儿有很有几个好朋友，我们一起去，到时候再告诉你们，先不说啊。今天开我的车过去，叫我侄儿来开车。哎，俺懂不得，把那个安起噻，门口都有个那个，安好才行的。啊，现在我们上车，后边那边边边上。哎，对了，好，上，好，哎，走。现在我们出发了哈，家人们。啊，今天就比较好，我就坐副驾驶啊，就侄儿开车。这个侄儿其实岁数要比我大，就是我的辈分比他大，他叫我叔叔啊，没办法，对对对。今天我们就去把昨天我们去寻的一个宝啊，寻的一个宝，今天我们要把它用来尝试一下，尝试一下哈，尝试一下。到时候我们带家人们看一看啊，整个过程怎么样去把这个宝贝做成美味。好嘞，现在我们从利川出发了啊。家人们，看见没有？今天我们就是把这一块老腊肉，我们找了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啊，我们还备了很多很多的那个配菜。今天家人们跟着小欧的镜头去看一下，我们怎么样把这一块老腊肉制造成美味儿？期待期不期待？家人们，马上开走了啊！家人们，我们到了目的地。今天我看我要不要来下厨。以前些视频的话，那个家人们问我啊，喜欢看小伟做美食的视频，今天小伟就专程来给家人拍摄一个做美食的，让家人们一饱眼福。这一块就是霉豆腐啊，家人们。来，我们煮起。哦，我以为是两两的份儿，可以。走了。在哪家？哪个地点？妈妈不在上次那里啊。你是开直播吗？没开直播，拍你手上点的腊肉。好多人都在看我，知道吗？看我手上拎的这么一块腊肉。不怕，我等会儿回来。等会儿回来。我等会儿回来噻，风哥不怕。你说没有嘛？后面锅都已经端过来了。还有漂亮些。上次那里还有漂亮些啊。好漂亮。有山有水啊。在那个中间去了，那就中间的去啊。好。在那个大石头那里去。快走，那里好多虫子。啊，快点！我怎么听到了？找到！好多嘿！我跑！一直嘛就找到我。找到那里嘿，好大的油锅。知道。一堆。我知道了。还在往那边撵。快过来！也踩到那个虫子。我没踩到。刚刚被虫子知道了。没踩。不怕不怕。啊，不怕不怕。好像那里。你要走到看后头。我都没得，你牛仔裤举不进去，要风光脖子一下。啊，今天过来不巧啊，刚刚我那个侄儿媳妇被那个野蜂扎到了。我来端。来到了一个峡谷山沟沟里面，这里的水太漂亮了，特别特别干净。霉豆腐，
在我身后现在就已经开始抓拉子了，因为我自己要拍摄这个视频给家人，所以说我就没去烧肉，就叫我侄儿先烧一下。八不八十，家人们看一看啊，五花，八不八十，必须八十哈，漂亮吧，家人们。看看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。是不是山清水秀啊，风景真的特别的好，有山有水有树林，现在身后他们在忙着做腊肉吃，走，我们去看一看。好长好哟，你这得红色吃，我是觉得黄色和黄色风格把那只电焊上，你看到我那么油的油的看不到哪个呀，火山打到那个油红的，这边讲都是四啊四两的。我来把这块石头洗干净，待会儿我们就来用这块石头装菜，装那个凉拌皮蛋哈，葱辣椒，就在这个石板上面捣碎。需要火哟。等一下，我要把那边放。上面的，上面的。上太久了。太久了，我等会儿来上。你那个捡起走嘛，拿去踢一下那个葱啊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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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这个边葱这个香味就出来了。垃圾刷，周边这个垃圾捡得干干净净。
哎呀，那是火大，我不敢。最少要煮半个小时。辣椒凉拌鸡蛋啊，家人们刚刚看见我捣碎的时候是不是挺原始的办法啊？这个霉豆腐我们是用那个青菜叶啊把它包裹起来的。让我教一下我的儿媳妇是吧？哇塞！我搞那个木头菜包。今天这个视频啊，我们花了很长时间，来到这个山沟底下。家人们如果说喜欢小伟的视频，记得给小伟留言评论。天快黑了，马上我们也要吃晚饭了。现在天都快已经黑了啊！听说我们在做腊肉。来了几个朋友，菜已经熟了，我们来等老表他们过来哈。慢点了，兄弟。那时间搞起来，我要卖到那抓子去。那时候如果一下那个了的，反正只有空手而归的哦。那有水，那里有水，那水洗下的水。